咁啊，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我哋嘅主禮嘉賓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嚟啦。咁啊，第一位我要跟一隆重介紹佢啦，就係我哋世界遊公門總會監督夏德健師傅。冇夏德健師傅支持咧，我哋喺個發揚道路上咧就好辛苦嘅。多謝夏德健師傅。咁第二位我哋要多謝咧，就係話遠道由美國而嚟嘅李彪師傅嚇。他是美國遊公門的總會的監督，跟住我哋要多謝我先啦，阿伍慶文師傅是香港遊公門總會的會長，跟住我哋逐位介紹啦，咁啊就大中華武術黃寶峰博士，黃博士咧喺法國武林的正能量嗰邊咧教咗好多嘢，多謝黃博士。跟住我有國藝武術團聚的黃國祥師傅啦，客家功夫文化研究的李石林師傅啦，大家對佢唔會陌生嘅啦，依期。仲有龍形派的黃國祥師傅，黃月台師傅，sorry，對唔住。